津干什么来了？你真厉害，半斤够不着。你看这样，小腿蹬着，踩着下面笼子。我给你帮你一把吧。半斤厉害了，我说半斤怎么半天没动静了？我一转头在这儿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吃完了吃完了。小黑在什么发芽期？小黑已经7个月了，他就是野，就必须。